锁定了，太好了，奏效了！你小子竟然能想到用巨兽盘来吸引兽群。 以兽群对付兽群的方法，真是小看你了。不过，还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距离战术成功还差得远呢。仅靠这些兽群，还远远不够。没错，这些兽群过去也只能起到骚扰，无法真正改变局势，需要一个级别更高的怪兽加入战场，才能彻底扭转局面。没错，接下来就要去拜访一下那位B级王者怪兽了。 B级王者怪兽，如今回将请来，对方可能不是 C 级怪兽的首领这么简单。那种可怕的威压，即使是以我现在几乎逼近终极战将的实力，依旧有一种无力感。想必那一定是 B 级王者怪兽。当时我能活下来，哼，还真是天大的幸运。 是什么地方？嘘，你待在这里，我去前面探查一下情况。那你小心点啊！这变异巨树怎么在枯萎？是因为我取走了那枚 C 级异宝的缘故吗？就算被那头狐妖首领追杀，应该也能自保。 发现我的，好快！这就是 B 级王者怪兽的实力吗？不可力敌，快走！还我蜕变之物品，死！这么多的狐妖冲击基地，可有一种他们受的？肮脏的人族！ 赶紧先躲起来！刚才好险，躲在这里应该发现不了吧？可恶，狐妖能追踪到我吗？难道是？兰姐，听得到吗？你没事吧？需要支援吗？快启动巨兽盘！啊，好。 太好了，巨兽盘奏效了，就是现在！逃命万能药剂，臭鼬药剂。果然，是因为那枚 C 级异宝，狐妖首领才能一直追踪到我。啊，这下总算安全了。啊，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。 这是蛋，这里怎么会有一颗蛋呢？难道我刚刚感应到的是这东西？喂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突然就挂掉了？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马上就回去了啊。哦，不管了，先带回去再说。 看这个蛋样子，感觉并不是狐妖的，究竟是什么物种啊？